派佢哋出去，潘生！我大王，其实霸王一言九鼎，你话嗰汉王面前先至要杀我，如今汉王何在啊？莫非霸王已经捉到汉王啦？我呢个卑鄙小人反口覆舌，背信弃义，顶朕连线英布龙追两员猛将，佢仲假仁假义，多番抹黑朕。 暗杀佢嘅家臣，还是心头之愤？<笑>原来霸王仲未捉到我汉王，所以就谂住杀咗我哋嚟出气，亦好以绝后露天。等日头真系捉到汉王，亦都硬得起心肠杀埋佢啊嘛！等佢唔好用才智嚟将霸王你打败，将霸王你嘅好梦成空。呸！我呢个卑鄙小人所做嘅一切，只能够用奸诈狡猾嚟。 含得上咩字？若然唔系佢多番抹黑朕，朕早就平定天下。若然你哋唔想死，朕马上将刘邦嘅恶行一一黑写出嚟。朕要公告天下，连刘邦嘅家小都不知佢嘅所作所为。我夫君刘邦大人大义，你休想抹黑佢啊！艾登，你想害死我哋咩？我哋唔想死噶。唔好嘈啦，快啲先。 我哋死唔紧要啊，最怕连累两个细啊！阿莫副官都几贪财好色，我成日呢样啦。家嫂，你死啦！佢真系会杀你噶，你真系唔怕死？你即管杀啦，我女自望都亡有呢一日。 你每杀一个人，就距离你得天下远一步。当日你坑杀20000秦兵，令天下人心寒；你暗杀二弟，令天下诸侯反你。如果你连我女刘之辈都杀埋，就只会有更多人声讨你项羽嘅罪状。你最好连我一家大细，连我对仔女都杀埋添。到时只要有更多人舍弃你项羽，追随我夫君刘邦。 到时我夫君刘邦必定声势大振，而你项羽梦寐以求嘅天子之位，就只会落在我刘邦嘅手上。霸王，佢讲嘅面上冇道理。到呢个时候，你仲帮住佢？霸王，虞姬系唔想霸王留下恶名。虞姬，虞姬讲得啱，我哋何不留翻佢一家大细做人质，助你夺取天下？ 你真系相信呢个女子，佢唔怕死。其实佢只系想激将法激朕，等朕放过佢哋，朕绝对唔会上当。当年响江中扁舟，我女子已经话过会相扶我夫君取得帝位。只要我夫君刘邦能登上帝位，我女子就心愿已偿。死又何足惜啊？你真系连死都唔怕？咁问霸王，你又怕唔怕？ 朕当然唔怕啦，只要夺得天下，死又有何足惜？我女子何尝又唔系一样？你我同样此志夺得天下，根本系同路人嚟。我谂我女子嘅心意冇人比你霸王更明。你杀咗我啊，我汉王就冇后顾之忧噶啦。好一个女子，果然比刘邦厉害得多。 朕今日唔杀你，你唔好以为朕真系怕咗你，朕更唔会怕天下人嘅唾弃。你救唔到刘邦，一样救唔到自己，终有一日，朕会当住天下人面前杀咗你。 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